Philippines. I'm taking up master'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. I came to Taiwan to improve my game and keep learning about the game. And before I came to Taiwan, I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, Manila, Philippines, and I played there for 5 years and were champion for 6 consecutive years without any loss in single season. And I'm also part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Women's Basketball Team. First, there's a lot of really cool places here, and I love night markets. The street foods are so nice, and all the things are cheaper. At first, I was so excited to come in here to join the team, although I know it's gonna be a challenge for me because, first of all, the language barrier, but I think I'm doing pretty well. The team welcomed me so well, and I feel at home. It feels like I never left home. My goal this season is I wanna help the team to defend their crown and get that back-to-back championship. For the future is, yes, I wanna play pro anywhere if I'm eligible, and yeah. Okay. Please support the Shishin University Women's Basketball Team this coming 109th season of UBA. 加油,我爱你! Okay. 是上也是，可是呢还是不够，听懂了没？所以我们在防守上，连线横向的连线换跟不换，跟二线抵耐超球这做的就不好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罗氏姐妹加方宇今年已经上去打了这个所谓的大队哦，那台原队，那我们这个今年当然阵容的也补强了李氏姐妹，外加我们还来自菲律宾的这个葡萄队的主力中锋，这样。 所以我觉得在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往，对我们来讲，目前是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。这样外线目前来讲的话，以沈玉婷，然后有林云化，还有这个杨淑炫，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林英杰，林英奇，甚至苏嘉贤，我觉得外线的出手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对，之前我们跟北师在正式比赛里面呢。 常常呢，他们这个外线的准确度啊，比我们要高很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练习赛里面，我们就设定了说，尽量在他们在三分线的出手要压制他们这个命中率的，做了这样一个半场的这个定人的防守，来做一线的压迫，让他可以在外线的投射下命中率可以下降。第一个，因为加入了这个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外籍球员，那对于整体的防守跟进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度呢，还是需要去做磨合。 我们不只只有在盯人防守，甚至在区域防守，甚至在全场包夹上面来讲，都需要时间来做调整。所以，这个目前是我最大的功课，就是怎么样。
让14个球员能够在场上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，甚至在每个组合的搭配上都能够让他们可以做到完美的发挥，这就是我要努力的地方。好，我想这要感谢政府的德政，政府鼓励新南向，在南向计划的补助里面呢，我们选择到菲律宾。那在菲律宾的培训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跟当地的这所谓的菲律宾国立大学，还有菲律宾国家队，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这样一个比赛。那刚好 Jack 他就是这两个队的成员之一。那经过我们这两三年的这样一个交流，他对于台湾的球风他非常感兴趣。那经过沟通以后呢，他也愿意到台湾来为我们世新大学来效力。因为他想要尝试一下台湾的那个球风，所以这个在我极力的邀约之下，他就答应了过来这边学习两年的中文。那现在目前就读我们学校的公广系的研究所。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两年里面，他能够有好的学习跟成长。那么充分准备下面，有什么话想对观众说？我相信我们世新大学女子篮球队，辛苦付出了一年哈。在新的球季里面，我觉得更需要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管在台科的比赛，在世新甚至在红馆，我们都希望球迷能够到场为我们加油。我们的口号是“势不可挡，没在怕的”，加油！谢谢教练。